谁？哎呦，你们都知道他出来了是不是？为什么？啊，在那里耍酷了是不是？不如就让他在那边，让大家近距离的三连拍，好不好？来，帅气的 pose 来一下，帅气的 pose 来一下。其实我是设计一个特别桥段的，是今天那个丽杰，对，还有那个潍芳在上面的时候跟我讲说，哎，你们今天会下去，就是会下去唱吗？他说丽姐就说我的歌好像不太适合下去唱，是，然后就刚刚就给我走下来，然后潍芳也说他不会走下来，然后马上走下来，对，有种被背叛的感觉，对，所以我想说，哎，原本我以为今天只有我会走下来，因为他说他在台下就说那是我的歌，我说要不然大家都走下去，要不然你走上来好了，对，所以因此他才会在下面出现，对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我从下面走上去，哇。感觉有运动员要出场的感觉。好，欢迎团强到我们的舞台上来。可以。好，他硬要想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歌。好，我们掌声欢迎团强。再来第一首歌。哎，我们不是要访问一下吗？好，他太紧张了。因为刚刚我们不是说想听可强唱什么歌？青花瓷可以唱一下这首歌吗？当然。带动作。想听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带动作。掌声鼓励，欢迎可强。大家可以跟着我摆动。素配过了出青花，笔锋浓转淡，平生轮回的牡丹，一如你初妆，仍然檀香透红窗，心事我了然，宣纸上走笔几次各一半，釉色渲染是一度韵味被私藏，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，你的美一缕飘散。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，准备好了吗？天青色的烟雨，而我在等你，炊烟袅袅升起，可将千万里，在平地树河里放牵扯的飘逸，这当我为遇见你伏笔，天青色的烟雨，而我在等你。如传世的青花瓷，自顾自美丽，你眼带笑意。你们都会唱青花瓷吗？那考试的时间到了，那大家一起唱好不好？第二段歌词很难哦。色白花间的锦鲤跃然于万地，临摹宋体落款时却惦记着你，你隐藏在窑烧里千年的秘密，记起你犹如绣花针落地，这边很好，帘外芭蕉惹走雨，门环惹铜绿，而我路过那间难受着热了你，在薄暮山水画里，你从墨色深处被隐去，天青色的烟雨，而我在等你，炊烟袅袅升起，隔着千万里，在平地树河里风渐潮的飘逸，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，天青色的烟雨，而我在等你，月色被打捞起，晕开了结局，如传世的青花瓷，自顾自美丽，你眼带笑意。各位继续唱，天青色的烟雨，而我在等你，炊烟袅袅升起，隔着千万里，在平地树河里放牵扯的飘逸，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，天青色的烟雨，而我在等你，月色被打捞起，晕开了
是传世的青花瓷，自顾自美丽，你也的笑意。谢谢。然后第二首歌是有一个故事的歌，对，缺口昨天已经造成我心里很大的阴影面积，所以暂时先不要。OK， 就是这首歌我选了，我相信我唱了之后应该就是你们之后会觉得我唱得很对，因为有一个特殊的原因，但是不能告诉你们，就你们继续锁定森林之王就会知道。对，然后我其实蛮想，就是很感谢有这种机会，然后想要谢谢所有的人，来到现场的人，然后还有所有的工作人员，所有的乐手老师，然后跟这边相关的人。所以第二首歌带来五月天的《知足》。
在我人生尽头，却足的快乐叫我人生心痛。谢谢，谢谢你们今天没有去看五月天的演唱会。没有啦，今天这个场地比较就是走过路过都可以进来，所以谢谢大家的到来，这样子，对，谢谢。郑可乔，我们刚才台下说你真的很会，自己弄了很多的梗，从台下走上来，然后还坐在前面，很会，对不对？你把妹是这样吗？没有。你确定吗？刚刚还坐在那里是哪一招？就是想要跟大家近一点，就想要耍帅，不然你再坐一下好了。不要。好了，好不好？不要，坐一下好不好？来，大家拍照一下，因为那个前面、他们很辛苦，因为要录影又要拍照。来，帅气的坐一下。哎呦，还踢腿耶，哈，帅气的拍照，因为他的那个 pose 真的是有够多的。我们要 cue 他十连拍，来准备，要快速的哦。十连拍，十连拍可以的，因为你是郑可乔。来，预备，一连拍，第二连拍。哎，这有变吗？有表情有变，是不是？好，来三连拍，不知道是什么动作，开始乱摆。好，乱摆，来四连拍，四连拍。啊，不然来一个这个装置艺术的照片，好了，好不好？装置艺术。对啊，旁边就两个大男人，你也来一下，陈思哲、郑可乔。没有人要给你掌声。OK， 没关系。好，来掌声，谢谢我们。哎，要脱了是？好热。还说不用掌声，你就要脱了，这有点吓到我。郑可乔，今天呢为你来的人真的很多，为他来的给他一点掌声，真的很厉害。因为现场我听说还有嘉宾的，因为刚刚我们在这个后台的休息区，明明就有帐篷，想说他为什么在里头跟外面的人这样子也能拍，那位是谁？那个是我的国中的英文老师啦。老师在哪里？对，挥挥手。国中的英文老师。老师在那里，嗨。对。哇，你给老师一个掌声好吗？老师特地来看郑可乔的演唱会，老师再挥挥手一下，真的很用心。谢谢。听说现场还有个更厉害的嘉宾，这就是不然你先唱一首歌。不是仅限在私底下的对话吗？没有啊，不是，就是演唱会不是要有高潮的地方吗？你们觉得呢？想不想知道？我这咳嗽真的不是乱咳的。这可厉害了，那个人本人也在现场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头痛了是不是？没有，开始流汗。那个记者媒体赶快画面捕捉一下。开始流汗。你要先 cue 那个人，讲他的名字，还是你要先唱歌？哦，我想要保留他的名字，然后先唱歌。就是神秘嘉宾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要唱什么？唱他来听我的演唱会。哎呦，暧昧，都知道了吧？还是你昨天有去听张学友的演唱会？没有，要偷人家的梗。他来听我的演唱会，所以那个他今天也来听的演唱会吗？其实我原本不知道，然后在那个下午那个握手那个环节的时候，然后在台上看到他，那当下吓了一跳。然后我想说，你不是说你在上班吗？哎呦，翘班来的，是不是？突然就出现了，就突然出现了，所以我一直。你在冒冷汗了是不是？很热。好，直接唱歌好了。好，难怪他今天在前面耍这么多帅，因为有特别的人来听他的演唱会。你要清唱吧？对，清唱。老师没有准备这首歌。没关系。老师也不想要帮你伴奏，因为在这边放闪是怎么回事？没有，我都已经保留了，保留了。我们也没有说他的名字啊，我们只是说那个人神秘嘉宾跟他来听我的演唱会。好，所以以后他可能就叫做他，那个女字旁他。好。所以你要清唱一段线给他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他有可能站在哪里吗？哦，我不知道哎。要不然你就四面都这样子看一下。好，慢慢的看，好不好？对，慢慢看。我就不相信你找得到。应该是很难找。如果你不是他的那个他，大家就蹲下来好了。就会找到他了。不要蹲下来，不要这么傻傻蹲下来哦。紧张了是不是？那个人要蹲下来，知道吗？如果他蹲，你就跟着蹲，好不好？要代表他跟你分手是已经不是你的那个重要。不要乱讲。留一下，好，有一点神秘感，我们待会再揭晓。不是啊，先让你唱歌，来，要现唱这首歌。他来听我的演唱会，掌声欢迎郑可乔。他来听我的演唱会，
在十七岁的初恋是那么明媚，男孩背着她彻夜排队，半年的积蓄买了门票一对，我唱得她心醉，我唱得她心碎，三年的感情一封信就要收回，模仿一下。但记得月台汽笛声声在吹，过我的背对着人们流泪，夜一夜陪人们流泪。好，就这样。觉得像吗？像的话给他一点掌声。对对对，大家要玩蹲下来的游戏吗？不要啊，每个人都说要。要吗？萝卜蹲是不是？会不会就很多女生都站着？就我也要，不管，好不好？没有啦，没有啦。他开始有点紧张了，因为这个汗已经要滴下来了。好热哦！换一个话题，不要那么紧张，待会再蹲啊！不是啊，我们就先直接聊一下好了。今天也逛了园区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好，有没有哪一个园区让你，就是哪一个装置艺术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？其实我一走进来之后就看到这个沉思者。这不难发现啊。对，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沉思者，然后拿着手机的这个东西是意蕴很深的。例如说就是其实。其实大家这样讲会不会太攻击性？就大家用社群网站的东西的时间太长了，是，其实是可以减少掉很多，然后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。其实是这样子啊，不知道你们自己有没有发现，可能你们没有发现，但是我发现，所以告诉你们。对对对，然后其实我看到的时候，我大学有做过一个这个的专题，就是关于低头族的专题。哦，低头族。对对对，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变成别人眼中的低头族，然后也可以让身边的人不要变成低头族。好，对对 对, 对, 对，大家都在滑手机，对不对？现在每个人都有手机，不要当低头族确实很重要，但是拿着手机的时候，不如就是帮可强按一个赞啊，或者是看他的节目，你们说好不好？那个 YouTube 的青花瓷点阅率不是77万人次吗？不知道今天可不可以破百万呢？你们觉得？大家都点过就算一次，不能再重复点了吧？不能重复点是不是？对啊。好，那突破78万好了。好，可以是不是？可以。好，那除了这个沉思者让你印象深刻之外，还有没有？然后我今天还看了那个草间弥生的哦，草间弥生收藏艺术，是是是。对，然后我就觉得。他真的是一个很特别、很特别的人。然后，他每个画都看似很简单，是。然后其实你想要什么样的面向去解释，都是由你自己的游戏很发的。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个？哦，他今天我去看，他是最经典的那个南瓜嘛。其实南瓜，我觉得南瓜有一种回家的感觉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。没有，还是我在胡扯。你说南瓜马车回家吗？还是不是？就是我不知道哎，就是南瓜对我而言一直有一种回，因为可能是我小时候家里就是种南瓜，不是有南瓜，妈妈喜欢煮南瓜汤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真的是喜欢煮南瓜，真的喜欢煮，太热。就是还蛮奇怪的，对不对？南瓜让他想到回，哎，你要流眼泪是不是？没有想到回家，有点伤感这样。好，除了这个，还有一个很经典的，就是很多的这个百位我们台湾的工艺师的这个工艺展，对不对？工艺展。然后我今天也去看了工艺展，然后他们现场的布置，然后跟那些工艺品都是怎么说？等你说。都是国际水平的，对，然后是。由台湾本土的工艺大师所制作，所以大家都要去看一下，有空的话去看一下那个 B 馆，在 B 馆对工艺展，他真的很认真，因为金华所有的这个展览看完了，还有一个你没有提到，是，就是刚刚你们说很爱的那个。啊、果然是男生没有 feel。珠宝啊、哦，我没看珠宝。你的那个他一定很爱，你要去参观一下，好不好？才会知道女生到底喜欢什么。珠宝展，而且是巴黎百年珠宝展、哦。这个你有走进去逛吗？没有，果然是男生。待会儿或以后或明天，你可以带他来逛一下，好不好？百年珠宝展。好，接下来要继续唱歌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就让静你继续耍帅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也不知道那个他在哪里啦。好。要不要再蹲？不用，千万不要蹲，千万不要蹲。没关系啊，搞不好会很多人站起来，然后你就找不到那个人。其实不会，我刚刚是有默契的，所以他应该会蹲下。如果大家蹲的话，哦，那大家都不要蹲。
好，没有了，太棒了，不要再逼他了，因为他真的是冷汗已经流下来了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用大家掌声欢迎郑可强。第三首歌是你要的爱。虽然经常梦见你，还是毫无头绪。外面正在下着雨，今天是星期几 ？But I don't know， 你去哪里？虽然不曾怀疑你，还是忐忑不定。那个，我说哪个？对，所以我猜他应该是跟我有一个心照不宣的感觉啦。所以最后一首歌带来这首《不爱我就拉倒》。可以跟我一起唱吗？就是要把场面弄得很难看，然后等一下张若凡很冷这样，好吗？看着我。
半袖放外套，把安全帽戴好，不让你在爱情路上跌倒。加速狂飙，你说不要，爱的是你不想冒，不想被套牢。他的怀抱真比我好，你幸福就好。根本不在乎什么胸襟，随便改变音乐根本毫不费力。希望杰伦老师不会介意，男人写的歌要拥有包含任何耳朵。清清楚楚来到这里，离开我心只有人生新的相比。